我跟夏恩熙同学在大学生的美时期就去比过划龙舟。我们那时候、啊、为什么不教？太久以前了吧？我跟你说，那是八年前吧。我原本，你知道我们是派谁夺旗吗？我们派出袁爱妃。我们就说，如果我们输了，因为我们隔壁是好像他够轻，他够轻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们隔壁是警察局，全部都是男生。还是消防，全部男生。消防超快。如果我们输，你就开始脱上衣，你看里面穿比基尼。结果，后来他们好像让我们赢吧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们输惨了，他们早就不见了。没有，我记得有一队有让我们赢，有一队要让我们很多了。可是我们在这里讲说，我们那个球经就是队经理孟杰跟果果，所以如果让果果在那边跳，加油队，其实还不错。这里增加我的主力，我们在一个努力，他在那边做，我们一直在传。因为那个真的超累，那到最后都用意志力在吼。但真的，我们今天练习，我们就是跟疯了一样。你们今天在岸上练还是下船？他们在下船。没有，对，先下船。我们都不知道下船几次了，我们还跟别人比赛过了。如何？但是我们输，不然的。你知道 OK 吗？哇，肿肿的耶，好赞哦。阿达，你以前有发现他这么强吗？我知道啊。以前就知道他这么强了。哪方面？你说呛还是强啊？哦，我想说呛。他一直都很强，体育他是我知道，我们的，你看，他打这种最强了。他现在手劲更强。你们两个干嘛当情侣？人家晚上看你这样手臂会不会 OK？ 对啊，用大力金刚掌啊。他以前就很厉害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体育班的，所以有时候是以前录完影他跑步回家。别乱讲，没有，是因为以前我们常要出外景。对，要录很多游戏类的东西，真的眼冒血丝了。对啊，我们蓝队只有三个人有射，又没有把气球放在我们的靶上面。第一个，我们那时候一直射射都射不到，然后我说好心灰意冷，就有一个人就说我再试一次，他棒，然后就射破，我们就哇太棒了。你们是射那种他们竞技标准弓吗？对啊，反曲弓啊。哦，那个其实弓拉开其实很硬，很硬啊。我们看这边好像那个啊，扫到。这个扫到。对。被弓扫到就会这样、啊。因为你弓扫到，其他的比较高，通常这边都会要带防护。对，这边带防护，然后这边扫到就会淤青啊。对啊。哦，你有在拉满？有啊，他也有扫到过、啊。这应该是打针吧？不是，不要再用一些有的没有。陈姐今天说，伊本这礼拜啊掉点滴，都要把点滴带到龙船上面去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掉在后面。对啊，还是滑的。没办法，我们人手短缺，只有十个人。因为今天下大雨，然后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是淋雨练习。那这样子拍起来，那画面会非常的热血。没有，我今天一看那个画面，我的天哪，我们有多丑啊！全部人是这样。很累啊！我看到那张截图，我想说我人生还要不要活啊？我原本今天要给你影片的，但我们家前姐不小心录成了缩时影片。是啊。不知道我们在干嘛。后来我就放慢了，有没有好一点点？但这已经放慢了。前姐原本录是录这样，请问以为我们在干嘛？因为我们今天下大雨，我们就想说，那我们就录一次就好了，这样。你看看录到，你看邱雨辰面这样，头发全湿，然后不以为戴毛帽，对，也全湿。雨薇看起来蛮 OK 的啊，还是就跟你说，他早上起床就长这样，多不公平。还是有帅度在，怎么会这样？你看看，你看他 ending 是这样，你看看我 ending 是这样，请问我到底在干嘛？不是，你说这影片我愿邱雨辰比较难，都很帅，你看他很帅哦，然后你看张庭梧也很帅。不是，雨薇跟你这根本就是剧照的概念。对啊，啊，请问我们这在冲啊，很累了，大家都非常的，就是爆出来，你看是有帅度。呜，不是，你看看这个脸，就是刚滑完的。你还是先给我，我拿呀。我不要，我当一次。你有一边一点，没有，你要看看吴雨薇的这一个。我没有影片哦，他那已经爆炸了。对啊，有没有？今天没有影片，今天只有快格。啥呀？我今天起来我就说，晴姐，我想看一下影片，然后我就说，晴姐你录到快格，他就说，我不知道。他也不能讲。他说你拿给我就这样，我说我没有，你少在那边栽赃我。那我们后面的确是蛮整齐的，我觉得。你看我们两个的手的抬的速度是一样的，虽然说很像卡通画面。哦，这是第一 round。对，你看邱雨辰无语问苍天，然后你看后面的比例，
大家真的是干累了，我们真的这个很认真，没有不想死的一天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的团队里面呢，不是留他就是留我，就是我们工作不能是同时离开蓝队的。哦，不能 double 到，不能 double 到，会失控，对，会失控，我们的家里的小孩会失控。所以你们只能晚上一起工作。对，然后白天就是要陪他们训练，要么是他先离开，要么就我，不然小孩子就会想说算了啦，他们两个都不在，我们今天就先休息什么的。你们没有什么黑脸白脸的哦？我应该。基本上我是白脸，我是白脸，他是黑脸。哦，黑脸。他比较严厉一些，我比较安抚大家。是哪一种严厉的方式？应该就是说，好，你受伤你自己负责任，对，自己负责任。你自己受伤，你自己知道要受伤之前你已经不舒服，你上给你上，你就知道受伤是什么感觉。嗯，哎，你看他眼睛有多红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歃血为盟，他杀红了眼。杀红了。我们那天去看了排球赛嘛，然后有男生组的，然后男生就有一个人发球，然后他前面的队友不是就是要拦网什么的嘛，他一发球，然后打到他的后脑勺这样，然后我就转头回去看胡宇威，胡宇威就是会做这种事情，他是我们全明星运动会的人间凶器，他会把如果他。是一个很 safe 的状态，大家就可以活下来，但他很容易不小心。所以你看他球踢到王轩的肚子，下来之后往前挺进，劈成哇，踢到王轩，哇，胡宇威这个踢了很扎实的一球在王轩身上，哎，他为什么要踢自己的人的肚子？我实在是觉得很离奇。阿乐也有被踢到，对，但也有踢到阿乐，但是就想说，然后还有诸如此类很多事情，就是他可能即将会发生，对，就是我们大家皮绷紧一点。你不要这样，不会的，这个可以开心掉。连来玩个游戏都要赢，都要赢，输了也要赢。他压力是不是太大？对啊，有什么矛盾？不要，你应该很多吧？特异功能不是特异功能问题，我会飞。第一次真的没错，真的吗？不是这样你就知道了。我不会害他，我虽然也是想看他按键，结果现在他电笔按到这里。你应该不怕吧？电笔不会，我跟你讲，电笔可以拿来，电蚊拍也可以拿来。你有怕的东西吗？有啊，讲超狠，谁不怕？谁没有怕的东西啊？灰指甲，我怕镜头。怎么可能？他想要说你跳高都可以扫镜头，你怕什么？不痛人呐！有电吗？有电啊！到底有没有电啊？没有啦。我试试。好，你试。真的没有啊！你看这个，你不要骗我。我们真的没有骗你，就是觉得其实我不敢啦。你们太破坏点。我生气。没有啦，哎，拿电蚊拍来，我真的。好了，算了啦，算了啦。你那个有？其实还好啊。麻花小麻。好好，他不害怕电，我觉得。